但是沒有惡巴黎城。大叔大叔都是叫惡巴的嘛。大叔叫阿扎西。剛才我吃了我打了很多下。哇黎太剛剛呢喝完這個珍珠奶茶超級飽啊。那我又想吃些輕食，我的口痕就咬不到，有沒有什麼推介啊？有些輕食。星晴是啊，我叫一些輕食給你，你看看這個吃完是不是很輕的榨菜榨雜菜的東西。什麼來的呢？我們都不知道叫了什麼，我們的嗌咗啲咩？我哋嘅摄影师咧，帮我哋我妈卡车咗。呢个好型喎，成只香蕉船咁嘅。无论系食落去嘅口感啦，佢哋摆盘都系有一个心意，因为佢哋觉得系尊重嚟嘅，系对于即系个厨师系会觉得唔系净系斋食咯。佢由一开头送出嚟嘅已经系一个 service 嚟嘅。咁你问我咧？以我成日喺度做食谱，我就觉得真系嘅，最紧要拎出嚟个卖相好睇啊，好食咧，你起码叫做欣赏咗，同埋会刺激你嘅食欲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食嘢啦，我哋都得嘅。好，我哋食嘢啦。咁多样嘢，我食咩先好呢？我见佢话咧有个沙律嘅，咁我都可以开胃先啦，开胃菜嘛，咁咪就试呢个啦。佢望落咧就有少少酸味味，应该几好食。睇下，唔系佢俾甜瓜嘅香水味啫。黎太，我又叫咗你做，你一个试下，好啊，落鸡咁食噶，嗯。佢似一个冻豆腐，佢话呢个冻豆腐沙律啊，听我哋个场外嘅智囊团所讲。智囊团嘅咩？呢个就系因为炸咗莲藕当食先，系咪炸莲藕啊？甜嘅，卜卜脆，系一个炸嘅莲藕。做咩要咁？现成嘅豆腐，但系佢加咗一个 sauce， 最主要系一个汁。系啊系啊，佢个汁系几酸味味，好食。呢个系咩啊？所以你想食咗莲藕炸莲藕啊，甜嘅啊。我谂我唔中意食莲藕噶。你当食薯片，香口，好系啊，但唔系甜噶喎，咸噶喎。唔系啊，点解我觉得有砂糖？好，你哋如果食咗之后留言话我哋知甜定咸嘅。点解我比较深深啊？因为我爱你啊嘛。因为呢一个系咗个似心形嘅三角形饭团。咁啊，阿老板话咧，佢面层系一啲肉嚟嘅，下面就系一个饭团。见到啊，见到啊。系啊，我哋快啲嚟啦，快啲嚟啦，我哋系趁冻食啊。是有少少日式醬油在一面的，即係你佢有啲日式嘅 mayonnaise， 跟住係啦，咁跟住食落去係都 OK 嘅，即係個飯可能係千島醬，我哋應該係撈埋啊，將嗰啲好酸啊，肉啊，下啲葱花咁樣撈埋。咁個肉好唔好食啊？而家食俾你睇。好啊，你食俾我睇啊。好得意啊！佢有啲脆口嘅嘢喺里面嘅喎，有啲脆口嘅嘢系咩？辣啊！你唔好食啊！咁我帮你食晒佢啊！我食咗啦，我 feel 到啦。辣嘢，哎呀，我食到佢咧，面头嗰、那个呢、這个波波咧系辣辣地，有少少似米通，淋咗少少嘅米通，系啦，但系辣嘅。呢一
个蔬菜饼。哦，我呢、這个我觉得呢个好特别喎、哦，佢一个咧系炸咗嘅，一个系未炸嘅俾我哋。原始嘅蔬菜。咁啊啱啊，通常你炸嘅嘢咧，你食完会油腻啊嘛，你食翻沙律咧咁样中和中和翻。系啦，我都觉得好同意。咁我哋而家隔篱小点解你吓咩唔系食炸呢个咩？唔系，我两样都食，我夹起。要咁样饮嘅，系啦，哎呦，饮啲咧，以前喺香港食茶楼嘅嗰啲春卷嘅馅，你唔系好耐冇帮佢食茶？我太耐，我系一个老华侨，我系一个新华侨。香港嘅炸春卷，系啊，个馅啊，个馅好似啊，即系炸。嗰啲叫咩咧？蘿蔔絲啊！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係一個叫做咩油翅，油翅，炸油翅啊，炸油翅，咩炸油翅啊？我哋童年嘅炸油翅，其實佢係一個炸蘿蔔絲。炸蘿蔔絲啊！你上網 search 出嚟，我哋個隔膜實在太大啦，我哋太遠了，好大條鏡喎。咩叫炸油翅啊？我哋聽過隔油翅，唔係字幕啊，字幕咩係炸油翅？炸喺邊度炸？炸嘢炸，个炸咪个炸油咧，真系三点水个油。咁匙咧，我唔记得，但系一个好似女仔。我好中意食，好似甜喎，佢个辣椒油，可能有忌廉咧，辣加忌廉。因为日韩嘅辣法咧，佢系轻轻辣，不止你辣到要饮水啊，嗰条脷唞唔到气。你用你口气噶，你应该系成块摆落口，你睇佢切到咁薄咧，系等你成块肥同瘦里面夹埋一齐食。哦，可以，系啊，其实我好中意食呢种日式乌冬咧，佢有少少似手打啦，同埋有啲系似系香港好贵咧急冻嗰啲乌冬啊，佢好厚啦，跟住你煮完之后咧，佢个口系咁咪即系咬口噶。招牌菜喎，嗱呢个咧。就看不出里面是什么来的，可不可以教一下怎样吃啊？Becky 妈，好厉害！面咧就是一些乌冬嚟嘅，佢面头一些紫菜啦，一些韭菜的葱，韭菜诶，韭菜葱啊，韭菜碎。呢个不是葱花咩？唔系，呢个先是葱，它是一些韭菜切到很碎。哦，咁咧呢一个就是煎鱼粉。哦，咁呢一啲系一些肉碎啦。咁佢食的时候教你咧，就是咁样样。佢咧好好好心思，佢係手寫嘅。係啊，你俾啲 instruction 嚟睇下先。喂，俾佢睇，佢哋就會知噶啦。我俾第一行大家睇啦。咁大家記得個人呢度試喎。咁咧，其實佢就係咁，你將個蛋焗爛咗佢。哦。跟住咧，佢有啲肉碎。個底咧，哇！唔係，其實我哋衰，因為即刻食第一個食佢，咁咧佢就有一啲烏冬。同埋有一啲汁，系啦，你睇佢。佢话攞啲蛋浆嚟 mix 晒佢哋先，好啦，咁你就 mix 下先啦。用一斤，好啦，咁我听日捉住只碗啊！我听日再嚟食得唔得？睇嚟你要搞好耐喎。唔系，你冇得到真传啊！上次我记得只碗，你上次记唔记得我系搞棍转噶？咁佢捞匀晒咧，咁我哋一啱食完，其实佢有啲汁系醉咗底嘅，咁我哋咧。哦，佢都仲有啲日式燒醬嘅喺度。咁食完之後，你再加個白飯，撈埋嗰啲汁啊。哦，咁就一個完美嘅晚餐啊！我學咗先，專幫人撈烏冬。도없이시무룩하고고민이생겼니我哋最后一样介绍，系呢个系一个日韩嘅乌冬，关东煮乌冬。我劲中意食鱼糕咯，好即系咧好韩妹 feel 啊！我嘅梦想就系做一个韩妹，就唯有食下鱼糕，扮下系。呢个叫鱼糕，唔系鱼 fish cake 咯。哦，系，中文真系高。我觉得我会用鱼饼嚟形容佢。OK， 鱼饼。OK， 咁点都好啦，我接不如试一试啦。好啊。咁大塊，我哋點啊？出嚟好唔好啊？你唔會成塊食得曬啫，食唔曬。咁但係啲韓劇女主角咧就咁樣食啦。唔好，我驚你聽日唔翻工食滯咗。我哋都係咁樣慢慢。
好斯文、好淑女咁样品尝，好冇？咁我落刀叉嚟啦，落刀叉食鱼糕、鱼饼，你食唔食得晒？食得晒，咁我送俾你，多谢。我帮你饮一啲好美味嘅汤，多谢。咁我咧就攞块筷子夹翻住佢先啦，翻晒，翻晒韩妹，咁我食米饭，食块细啲。我仲有香肠、萝卜，好唔好味啊？咁我食嘢，唔该我哋。好食啊！超好食喎、啊！即系虽然佢冻咗啲，但系咧，佢都仲系好弹牙噶。即系唔知道你有冇食过鱼饼啦？即系韩国鱼饼，佢同鱼蛋啲唔同嘅，佢个密度系密啲嘅。嗯。你知点样 elegant？ 你做你俾个反应我。刺激啊！你唔好食啦，我帮你食埋。好刺激啊！我觉得系几好食嘅。